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日的妆容。我是黄蓝妆容。黄在哪里？黄在顶端。大家应该只看到紫蓝吧，就那种是被我打了。这第一次鸡这么的素。素个屁呀、啊、今日是一个素鸡。明明就是个打眼鸡。就是那个 老保妆。来 look at me。今天我觉得我把我眼睛画特别大。Big without 双眼皮贴。你这个是红绿。对，我就是这个红绿。桃红绿。紫红绿 ，grab 是不是？葡萄是不是就差不多？然后 my lips is from Fanny Beauty。哦，对对对，说到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我那有一个好姐妹，人家最近从海外回来，给我带两个这个，对对对，这个 mini band like a candy 的 Fanny Beauty， 然后这两个色 like candy 啊，嗯，对 ，like candy， like a candy， 哦、oh, candy。Yeah， 然后呢，就是反正你们看过包装应该就知道。然后我不知道它的粉那个质感是怎么样的。然后 I tested yesterday， 然后呢？今天这个嘴巴不是 Fenty。对对对，今天不是。然后这个什么葡萄紫还是什么的，这个 in Grisda 是它嘴上的颜色，就是其实薄涂下来，它这个是还蘸了纸的。薄涂就是它厚涂了可能2斤，然后再用纸蘸掉1斤这种。然后就是这种紫红色的姨妈色，然后里面颜色就很深，就 like this， 大家可以看一下 ，like that， like this， 就还挺不错的。然后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一支，那给我 another one， like this， 这个应该是它的所谓什么豆沙色，这个迷你款就很小啊。哎呀，每一次都嚼到怼到你脸上，又变成我脸上。来，就这个好。然后呢，这个玩意儿呢，豆沙色儿，非常的顺滑。朋友们，它我看了一下代购，不到200-150左右吧，代购的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就随意这么扫了一眼啊。朋友们，买好吧，买 as a lipstick， 作为一个唇膏。它不是唇口红吗？口红也叫唇膏，然后就是已经做到了它该有的顺滑。你之前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顺滑？也、yeah, 非常软软的、嗯，非常软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试了一下，非常的不错。好 ，today 我们的船开到了哪里？我们的飞船来到了 Korea， 又开飞船了呀？但是 Korea 的 Chinatown。因为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全新的，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威神 V。反正跟大家说一下呢，对于他们嘛，就 NCT 中国小队嘛，不够了解。除了我认识 Lucas， 因为他是综艺，他上过什么综艺、啊、我的认识仅限于那张脸，我认识这个人是 Lucas。OK， 他姓黄 ，Lucas。Okay, 对，姓黄 ，Lucas 黄什么什么西。OK，OK，That's、okay, okay, okay, all， 好吧、嗯。然后呢，之前也有人后台说，哎，你们快看快看，就出来那一天嘛，就快看快看。我本来想说，哎，等作品多一点再看。但后来想想呢，以团之名传说他们是会去的，对，所以说就我们提前看一下。然后我们历史上看 ACT 本来就看的不多、就是上一次看也是看他们的那个127的那个对那首歌嘛，然后你们也看了，我们就是他们这首歌好像也是 regular， 但是 regular 的中文版哦。然后嘛，这个就是他们啊、什么中国籍成员 NCT 的中国子团 NCT China Vision V。好，我们对他们人还不够了解，那我们就以歌会友，来让他们用歌声跟我们见个面，好吧？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 MV。MV，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Anything else？ 没有，我就只知道他们是什么 EXO 的师弟，对。然后传说是要和在未来想要和 BTS 一争高下。哦，这话说出来吗 ？SM 出来想要。去争夺市场的这么一个，好像他们反正的那种路线啊，那些什么都好，就是最近还被就是热议嘛，对吧？热议嘛，大家都想就是站稳社交网络这个大流量嘛，所以说他们就推出了新的小分队，这首歌的中文名叫《理所当然》（Regular）。它这个 Regular 翻译成理所当然嘛，也是哎奇思妙想的。我们就来看看它的中文歌词尬不尬，好吧 ？Regular 我听过韩版。和英文版，我已经忘了。Regular， 你要死啊？不是，就是那个，我反正是记得 regular 一是还挺好听的，
但是确实我后来听着我觉得有 BTS 的份儿，就是我会觉得和我平时听 BTS 的歌很雷同，但是因为这两个团我们都不了解嘛，然后就而且是都中国人是不是，或者说至少是华裔，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华裔至少都是能说中文。我看到的通稿哈，因为就是我对于那些人每个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看到的通稿上面写的是中国籍成员，嗯，就华裔成员嘛，有很多什么中、嗯、还有泰国裔的呀，但是也是中文名字，就是反正就是嗯 ，China 围绕 China 打造的一个理念嘛 ，NCT。OK， 也算是众望所归。Mission V 应该怎么说？就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这样正式这样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知道里面有几个好像都是很热门的成员了。嗯、对对对，都是热门的 top 人气选手，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大呀。嗯、SM 一直对于中国市场还是有专用心的，比如 Super Junior A。Yeah. OK, let's go.理所当然。听这个开头，我就晓得了。帅啊！真的很帅。我们不屑去追寻机密，彼得王王王。好帅！好帅！问题为什么没有公司？这就记得了。这个歌本身就很、哎、帅哦，乖帅乖帅、啊，好帅哦，他是卢卡斯， yeah. 好帅、哦。能把这么奇葩的 LV 穿好看的少、哦、惊人。他就在我这儿是因为最近不是有少年感热搜吗，他就是少年感。好帅啊，小弟玩是不是？对，世界反复，世事万物，无根不顾。V 的牌子 V 厂牌，好帅哦，卢卡斯。Say、oh my god! Anything wanna say? Lucas is like, oh, 这种感觉。我跟你们讲嘛，我说一个我的概念哈，我觉得任何一个组合，只要你
是 nobody 的时候，我暂且说他们算是 nobody， 他们就在我们这是 nobody， 在我们这一代老阿姨都中间是 nobody， but 只要你帅你就有了第一个入场券了，我跟你讲，只要你帅我就想去知道一下，哎，到底 tell me everything about you， 比如现在你现在觉得 Lucas 挺帅的，你下一次再出个歌有一个 Lucas 相关的推荐，对你就想看了，对不对？对，所以说嘛，真的我觉得人呢，你要说哎呀喜欢外表就肤浅， right right， 食色性也嘛，我觉得这个长相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真的，它是一块敲门砖。对，当你哎进去了，它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但是它是可以让你开启，它也不可能因为你帅，让你就是持续一辈子就这样去吃，因为人的容颜是会变的嘛，随着时间的变化，它是会老去的。只有有色灵魂不会变。所以说你，当你把这个敲门砖递到你面前之后，哎，你才觉得哎灵魂还可以。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嘛 ，SM 公司真的蛮厉害的。真的蛮，而且我自己的观感，因为我记得我们看过那个，我们还做了节目的嘛，这个观感会比我看他们大队那个还要更舒服一些，说实话，就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有一些概念，它这个其实在我这儿也是概念堆积，就很多概念堆积，跟我们刚刚看的蔡徐坤那个很像，它就是也是概念堆积，你说他讲故事他绝对没有讲故事，他也是概念堆积，但是也是在我这儿，这个就是在我这是高级时尚了，这在我这是高级时尚。我刚才在看的时候看到一半，我就有一个什么，然后帅，然后就是帅，这样的一个制作 MV 的团队，对，以及这样一个团丢到咱中国这个市场，那他不爆了，这个打架的量级都不一样。对、啊、对对 对, 对，他们最多哪个地方吃亏呢？本土化的问题上有点吃亏了。但是因为第一，我这样说啊，他虽然成员多，但是你作为 SM 公司的人或者怎么样，你敢和挖机计划拼资源吗？哦，那不可能啊，对吧？你懂我这个意思吧？所以他还是外来和尚要唱本地经，还是会有一个那个过程。但如果我这样讲哈，如果他们这个团，你不会真的讲给他了吧？金球儿给他呗，你来吧，他有点扫，就是如果说你要把他和那个挖机机挖的这种哈，我随意举的例子，如果说即使挖机机挖跟他们来个强联手。我的资源分给你，哎，就是你就是说找一个内地的经济嘛，对，找一个内地的公司一起去合作，对，就是找一个内地代理的嘛，对，万金集团不负责他们的经营，你懂的，不就是出歌和品质都不负责，但是负责曝光率嘛，对对对，负责曝光率和负责拉资源，绝杀了，真的，我觉得以这个质量哈，就是这种包装的质量，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天拿一个推广曲，或者是拿一个我出一首歌，我这个舞台已经签好了，人家这边已经中国公司跟我说了，今年春晚咱就上了。或者说今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峰会，开篇 MV， 咱们的团来出，我相信他们能够打造出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东西。但是问题就是在我这儿哈，这东西是不可能出现的。对啊，因为就是国内的公司，特别像这些公司，它是不可能让你这样的。对，因为我知道，因为我想赚钱，赚钱就是要拥有他们，但他们把买过来之后呢，我当然是赚我自己的钱啊，我干嘛要让你的人去，我替你做嫁衣嘞？对对，这个是肯定的，这不可能。只是我的这个比喻，只是说我们想看到更好、更有质量的东西。如果你想强出一个真的好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样走的。第二，我再说一下，这个 MV 真正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他那个证券的那个景。啊，它这就是数据化嘛，它用了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景，就是电脑机房，那种大型云计算的那个，电脑后台那个电脑就真的和我们现在 computers totally different， 然后就是这个数据计算式的这种，就是这个叫什么股市的这种东西哈，它就有一种真的我就觉得还挺独一无二的，就还挺你自己放眼整个。这种横向来对比，其实韩国都很少有这种场景出现的。反正 MV 拍就是好，这个但是很好，我真的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对，这个地方就第三点，我真的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我今天还在跟他讲，蔡依林的有些歌嘛，我要是不看歌词，我都不知道他在。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很多国内歌手、大陆歌手的歌，我都听不懂。这个歌嘛，你就在我这就只听一种 feeling。所以我刚才这是个旋律，对，就是还是跟我们去听那个 regular 很像，就是中间特别词句，你听得出来是唱的什么？不晓得他在唱什么，完全歌词不晓得，哎，不懂。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呢，我就有点是现在可能嘛，就是大势所趋嘛，我老了，因为现在 MV 很多都不加歌词的，这个 fine。就是反正以后嘛，就别跟我们干，以后要去找个什么歌词版才行。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我觉得也还好，就是说他这个呢，也不需要你懂太多他在唱什么。就是一个 feeling， 他就是个 feeling。对对，也是给你营造一个氛围。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团呢，应该是慢慢的可以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就是通过敲拍国内的大门嘛。对对，应该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回响的。但至于说他能走多远，或者说能带来什么东西，我觉得归根结底啊，这个团
不管它成功与否，我的成功与否是指说能不能达到跟我们本土团一样的那种水准和认知度，不管它能不能，它最终都会服务于 NCT 整个大型 global 计划当中的一环。对于 SM 公司来说，只要能赚钱，黑猫白猫都是好猫。如果说他们这帮子在国内这边，就是我们中国这边不是特别的炸，不是怎么样，他只要有一点点知名度都足以让他去打他韩国团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反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公司的东西了，对、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国内的曝光多一点吧、嗯、就就唯一能、嗯、你能说的了，就是曝光多一点。但是就于目前我们中韩这两国微妙的关系嘛、嗯、学真的就是学、嗯、你这个无非就是他现在这个就因为他们当时出歌的时候还是上了一点热搜的，嗯，你就觉得哦还是会有一点点水花，但你说Big one, no, it's not. 那就只有看他们后续的能不能跟像你之前说的、嗯、能不能跟国内的有一些资源对接上。对、嗯。比如说因为你想嘛，一般就是去个快乐大本营嘛，你晓得噻、嗯。但是嘛现在去快乐大本营已经不够了。对、嗯。所以说以团之名这边算他们一个，我觉得是有安、嗯、就想去做点事情的，但是就现在以团之名我们也没看嘛，只不知道后面的走向、嗯、反正很有可能是以为自己拉了一个救命绳，但其实是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没什么用的东西，那就看后续的发展了。我是希望他们在国内的曝光多一点的、嗯、但是前景堪忧嘛、嗯、只能说，但是他把这个前景不叫堪忧，未知叫未知，对，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怎么发展。对，因为论他们的能力实力，我觉得你就不用说这种 MV 制作水准，这种状态国内真的没有、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是典型的流行韩国娱乐圈上层的那种已经模式化的但是又非常个性化突出的韩国人想要做这样一个质量的或者这样水准的 MV， 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嗯、尤其 SM 还有 SM Station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随时源源不断的都在出非常多歌曲和 MV 创意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而且 SM 本来就是 MV 好手啊，老手了，所以说质量没有问题，就看后面的曝光了，这就是宣发的问题，这个就是拼，对，拼另外维度的东西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他们走的也不是这个路线，他们也不是一定要在中国，要在中国跟本土的团队去分一杯羹，他可能根本都眼光就不在这儿。对，所以说呢，这个无所谓，就是爱喜欢的就继续喜欢，不喜欢无感就无感，就是人家走的路线就是也没有到那种就是一定要你去怎么怎么样的那种。然后嘛，我准备去看一下 Lucas 什么名字，长多大，然后什么多高，他好像是有香港，反正就还是不错，就是我以前听到过，以前就听到过，对，他算是 NCT 里面比较 top 的，对，比较前边 top 的前端推出来的人 yeah OK 真很乖， NCT 差不多了，嗯，就还不错。我就很希望吧，他们能够，你晓得噻，就是外来的鱼，我就很希望他把国内的这个池水吧搅动搅动，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给国内的一些团队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冲击。我讲真哈，我是希望，因为这个冲击是能够让国内的能够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变化和受刺激。我倒是觉得，虽然现在咱们国内也越来越好，我们国内的团也相信是从不管是跟韩国合作，还是派很多人去韩国学习，或者韩国招回来很多人，或者欧美国家招回来很多人，我们在慢慢往上走，但是不如这种来的直接，碰撞来的直接，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加油，喜欢随便吧。OK, that's all, boys and girls. Bye ya, girls and boys and NCT fans. Bye ya, 新来的朋友记得去看我们其他视频哦。了解一下 who we are 再决定你要不要关注，怕了怕了，白呀。